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首先跟各位报告到这个礼拜非常非常，我觉得是令人开心的走势啊。我希望在每个周末的时候，我说周末是非常宝贵的日子，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都能跟家人也好，自己爱自己的人也好，都能够开心的出游。我说周末是属于各位的时间，当然你有任何的花费，有任何的消费，请让你的投资组合帮你买单。五峰称霸了全市场，11月1号又是一个开心的周末。当天大盘最高来到8476点，各位你没有听错，11月1号我讲什么？彩金高达100%的获利，帮各位又买单了。而且我在11月1号在8476点，我直接斩钉截铁的告诉各位，我把我手上多单全部干掉，做肥料了。五路财神 PK 阎罗王也跟各位来报告了。各位，我之前送了这么多份资料，五路财神 PK 阎罗王是我第一份告诉你，有些股票要跌了，你要来放空了吧。又是开心的周末，我开始放空了，我多单出清了，我开始放空了。其实啊，人跟人的相处啊，为什么会有摩擦？为什么会吵架？为什么会彼此仇恨？我觉得三个字：同理心。其实我觉得做节目也是一样的状况。什么叫做同理心？这上涨了700多点，我请问各位了，我说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底部了，因为已经涨了700多点了嘛。我也想请这么多财经节目也好，财经的专家也好，问问自己一个问题，问问你自己的良心，如果今天是你自己的钱，你敢不敢在这边大盘涨了700多点，在8476点这边，你自己敢不敢去买股票？敢不敢把你的存款全部都拿去买股票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，你凭什么叫人在这边买股票？凭什么？如果你自己都不敢在这个地方买股票的话，那你还叫人去买股票？你就是在昧着良心做事情。我讲的话有点重啊，真的啊，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三个字：同理心而已啊。很多人来找我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股票五峰多会涨，彩金多会赚，是因为我把各位的钱呢，当成自己的钱一样，我把各位当亲人，我把各位当家人。该买的时候二话不说，请你全力买进。我说资金会前进亚洲，资金不会大撤逃。涨了700多点之后，我告诉各位，我把多单出清了，我把多单全部干掉做肥料了，就连五峰我也卖了。我希望你在这个地方跟着我放空。我是按照我的专业，按照我的良心来跟各位做报告的。昨天又是快乐的周末了。11月8号，各位，昨天大盘低点已经来到了8216点，也就是说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，大盘大跌了250点，准不准？我还跟你讲，桥顶空单获利回补，全国所有会员
周末愉快，还是三个字，还是同理心呢、啊？我把你的钱当钱，所以危险来了，我就告诉你，对不起，这个地方我认为大盘高点来了，多单获利出清吧，反手放空吧，就这么简单、啊。有买有卖，低档有买，高档有卖，有空有补，高档有空。现在跌了250点，各位你才可以舒服的获利啊！各位，这下跌了250点，谁叫你每天买股票？多少人在这边告诉你8800来了，上看9000、9500、10000点？我说你不要这个样子，摸摸自己的良心吧。如果你自己都不敢在这边买股票，你凭什么要求别人在这边去买股票？大跌250点，我们又赚钱了。当然了，所谓的义和团是什么？每一个点都是买点，只要下跌就是买，只要下跌就是买，反正上看万点嘛，8000跌到7000也是买，7000跌到6000也是买，6000一路跌到3000他还在买，反正永远上看万点，每天都是买点，每个礼拜都有大好机会，每个月都有大好机会，每一天都是大好机会。我说对不起，这样的事情我做不到，我没有办法昧着良心做事情。我认为是什么，我就跟你讲什么，而且我有几分证据跟各位讲几分话。当你把成功不断的复制的时候，就会变成大成功。其实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，怎么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真的能够帮到各位。后来我想到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，各位你看全市场这么多的财经的节目啊，每一个财经节目都告诉你他大赚他大赚他大赚，你怎么知道谁是真的？你怎么知道谁才带领全国会员集中火力飙股狂压，大赚100个百分点，大赚102个百分点？你怎么知道？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式啊，跟各位做分享。第一点来临的时候，我会不会叫你大买？我会不会叫你去解定存？8月底的时候，告诉你9月会大富大贵。第二点。当高点来临的时候，能不能按照他的专业跟各位讲，不止你要把多单干掉做肥料，你还要针对阎罗王的股票，你卖好模型那看起，这些全市场人人喊好的生技、巨量资料、4G 概念股，我说对不起，我空给你看。第三点，你怎么样分辨他到底有没有带领全国会员大赚？各位，你有没有发觉我们的节目开了这么多年了？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能开到全市场最多？这是上个月的节目表，这个月又多了3个新的节目了。有兴趣的投资好朋友可以跟我们的服务同仁做联络，问一下最新的节目表。现在不只是电视节目啊，我连广播节目都做到全市场最多了。广播节目财经最多的叫正声广播电台，正声广播电台节目最多的正是在下。正是小弟，正是不睬我。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能做到全国最多？就是因为我们实在做，实在讲，不是吗？不会跟你乱枪打鸟。所以你看，其实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的邻居来来去去的，没有实在做、实在讲的人，当然节目可能就越来越少。只有真正实在做、实在说的人，节目才会越来越多吧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吧？这是我觉得还不错的方法，来跟各位分享一下。来，各位，你看，之前人人喊好的生技股，只要跌停板，就会有人跟你玩躲猫猫，就会有人跟你玩捉迷藏。人人喊好的台微体，只要跌停板，你就不知道生技跑到哪里去了。4114的剑桥，只要大跌了。人就会消失，股票就会消失。1536的和大，之前最强的电动车概念股，只要大跌了，奇怪，股票就消失了。一根跌不够，两根跌来斗。Tesla 发生了第三次的火烧车事件。3665的 F 茂联，只要涨的时候你就听到强者恒强，跌停板的时候奇怪，你好像很久没有听到 F 茂联这几个字了吧，各位。
昨天的 F 帽脸创下了三个月以来的新低啊！这三个月以来，只要任何一天你听到了有人跟你讲强者恒强、强者恒强的三个月，任何一天你去买 F 帽脸3665 F 帽脸的，你今天叫做套牢。1533车王店，为什么我都要空这么强势的股票？这不是强者恒强的股票吗？跳水，我秉持良心在做事情，我认为什么我就跟你讲什么，有危险的地方我就跟你讲，这个地方你要把获利放在金库，这个地方你不要再买股票了。我再讲回来，这个礼拜大跌了250点，各位，你手中的股票是不是开始套牢了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只能跟你分享，我们的空单现在又开始开心的获利回补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做法。我知道讲空可能有些人不爱听，但是我没办法，我把你的钱当成自己的钱一样。嘎打洞啊的时阵，我就跟你讲，紧打洞啊，再一步你就粉身碎骨了。我希望到各位的是，每一次当低点来临的时候，不要每一次大跌之前你钱都赔光了，永远在低点的时候你都是没钱的，你资金都是不够的，然后永远到了高点的时候你又一窝蜂的去追进，就像太阳能一样。全市场这么多人讲太阳能，有没有之前讲生技、讲钢铁、讲纺织、讲银建、讲金融的人，你有没有发觉现在大家都在讲太阳能？当大家都在讲太阳能的时候，我跟各位讲，我是在当初全市场没有人看好的时候，买进38.6244的茂迪全国会员，买进22.3576的新日光全国会员。我要带全国会员买的是未来强的股票，而当太阳能变成全市场的显学，当每个人满嘴都是太阳能的时候，当它涨停板的时候，我还要很鸡婆告诉各位。就连看电视的，我希望你都能跟我全国会员一样，在太阳能的身上赚到的都是满满的获利。你都可以，新日光你都可以卖在38块钱哦，各位，60个百分点，涨了60个百分点，不好吗？你为什么要买在这边呢？我也拿证据给各位看了，当初外资在卖的时候，我带你买，我带你买完之后，外资一路狂买，投信一路狂买。不是买一天，不是买两天，不是买一个月，买了将近2个多月的时间了。我还跟各位讲，当初买进的时候，外资持股58000张，11月5号外资的持股来到11万张，投信的持股增加了25倍，从444张增加到11119张。我告诉各位，可以了，外资好帮你更加贼啊，你还不满意？知耻才能定进。安绿德不晓得跟各位重复几次了，精彩的来了。各位啊，你看到这张字卡的时候是11月6号啊，11月6号当天新日光还涨停板，这是我盘中印的。新日光当天还涨停板，我还跟各位讲，真的可以把它卖掉了，不要去追高，千万不要。很多人又开始跟你讲，外资又看多好，又看多好，投信又看多好，又看多好，谁不知道啊？你把这个买卖表拿出来印一下，哇！我也当然也知道外资最近买很多，投信买很多啊。但是我就那么鸡婆，结果呢，我啪甩了各位一个耳光，跌停板，外资狂砍43219张，大家又给水变压水啊！哇，筹码松动了，有危险了，天哪！看涨说涨，看跌说跌，谁不会啊？能够买在全国法人之前，这不是才是本事，这才是功夫嘛。看到事后法人的进出表，那算什么英雄好汉呢？不是吗？之前强者恒强的生技，今嘛没人讲啊。之前强者恒强的汽车，今嘛没人讲啊。各位，你还要用过去的经验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吗？我想绝对不要吧。下半段节目来跟各位做分享，我们拿证据给各位看，我们放空的股票实实在在回补的获利，以及接下来我说多单又要开始来做买进的时候，一一的为各位来做报告。进广告。
台北人最接近水岸的一次，最国际的景观，最无价的绿地，最优质的团队，最难得的是户户挑高3.6米，台北车站10分钟，买得起的水岸人生，30上河源，2293-2333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。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，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头痛，请用5分钟；嘴齿痛，请用气痛5分钟。5分钟。劲够好！爸爸，欧派气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气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楚论而风，月运而雨，凡天下之静者，乃能见微而知著。我觉得有一些古人的智慧是可以让我们当作借鉴的。我看到现在的大盘，我又想到我们的代表作，称霸全国的代表作，8076的五峰。当初没有人，全市场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好五峰的，各位。你都帮我做见证，从68块开始，全国所有会员从头赚到尾，当中跌停板，你看我们就那么实在，跌停板还要跟你拿出来讲，打都打不开，连跌2天，我连讲2天，告诉你79800，我带你去圆梦，结果哇，变成全市场的焦点了。10月22号，听到每个人都在说五峰叫做强者，很强，对不起。我在这边全数获利出清，还原全值已经来到138块了。爆天量，我要卖在大家都知道的地方，我要带领全国所有会员称霸全国。102%，各位你注意啊，我觉得这个很像现在的大盘啊，就是因为有在10月22号跟你对时对价，请全国所有会员做见证，我们。这一档股票从头赚到尾，大涨了102%，还不算加码单，我获利出清，你才要听我的嘛。上个礼拜涨到8476，我跟你讲要放空了，你才会相信嘛。因为我们之前的绩效是全国第一嘛，不是吗？重点来了，五峰跌停了。五峰又跌停了，又破底了，跌停又锁死了。您是狂赚102%，还是你现在8076的五峰你又套牢了？我让各位看到线图。当然，现在会有一些很无聊的人告诉你，这个地方啊，小心啊，五峰现在开始跌停了，手上有五峰的要小心，要注意。欸，要小心注意什么东西啊？它已经跌了20%了，你要小心注意什么东西啊？我不懂哎，跌了20%，然后你再讲风凉话，要小心要注意，我不懂当中的逻辑啊。如果你之前讲强者恒强，我买在这边，
现在我赔了20%，你叫我小心要注意，我听不呢，很生气啊！怎么常常会有这种风凉话的言论啊？各位，应该是这边68块叫我全力买进吧，跌停板的时候跟我讲未来的股王还来得及吧？10月14号跌停板告诉你不要怕，我会把空头送上山头，五峰的烟火大秀会让各位印证的。还原全值涨到138块，跟你讲，我获利出清，一张不留，全国会员做见证吧。不是在这边涨上来以后告诉你强者恒强，我跌下去这边要小心，要注意，要留意，差太多了。好，彩金就彩金更不用说了，好吗？100个百分点，欢迎参观，欢迎比较。300亿的公司，这是我带领全国会员所有的操作，欢迎参观，欢迎比较。6116的彩金，当高点来临的时候，我告诉各位，8476点，我再放空了。1795的美食有空有补，这才是真获利啊！空单全数回补，11月6号涨上来不关我们的事。3163波洛威都是白纸黑字跟各位做预告的，为80几块现在也下到79块啊，不是吗？3057的桥顶，哇，人人喊好，强者恒强，我空给你看，我空给你看，我带领全国所有会员3057的桥顶，我空给你看，成交量10000多张，你要空几张有几张，大跌有没有空在最高点？大跌，大跌，拉上来，我跟你说，我还不补，再大跌，空单全数获利回补，空单全数获利回补，全国会员周末愉快，空35.2块，昨天的桥顶在32块多，赚大概7%，我赚几%我都跟你讲了，有没有很实在？有没有赚的理所当然？大盘跌了250点，你在赚的理所当然。老师，那你的多单现在要瞄准什么股票？这支嘛，这支嘛，昨嘛跟你讲嘛，纯善事，纯善心做善事，我说好事它绝对会发生的。拉回就是要拉回的时候来做买进，来做布局。Low DK High Margin。就这么简单，我觉得这样真的是蛮实在的啦。底部有买，高档有卖，然后高档风险出现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讲，风险出现了，赶快把手中多单卖掉，赶快来放空。结果现在大盘跌了250点，各位，我们又赚钱了。当大家开始保守的时候，当大家开始看着跌了250点，叫你要小心，要注意，我真的听不懂。为什么不底部买进？为什么不高点卖出？为什么高点不放空？然后现在跌下来了，又可以回补空单呢？各位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多空双龙报，等您来报道。看看之前的五峰，看看6116的彩金，看看我们领先全国所有法人3576的新日光。告诉陈堂，告诉我，你也要这一份的幸福，改变就从现在开始。你不只看到了五峰，你不只看到了彩金，你不只看到了新日光，你更看到了大盘下跌250点，3057的桥顶，我们的空单又再一次的获利塞在了金库。我真的认为这样子的操作，是我秉持着我的良心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我的专业。如果这样子的专业能够被各位认同的话，我觉得是一件令人觉得蛮开心的事情，好吗？钻石线上实在赚幸福，真金不怕火炼，实力不怕考验，绩效更不怕
各位的检验。我是何神堂，我在华冠为各位投资赚大钱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杀了一个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。杀了一个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。杀了一个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啊！做好环境清洁，清除积水容器，才能免除登革热的威胁啊！毁了我的家，就没有千千万万个我了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。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，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预防溺水有十招，第一招，戏水地点要合法；第二招，不做危险的举动；第三招，湖泊溪流戏水需特别小心。第四招，不落单，注意同伴位置。第五招，下水前先暖身。第六招，不可在水中嬉闹。第七招，身体不适不下水。第八招，不要长时间泡在水中。第九招，气候不佳不下水。第十招，加强游泳漂浮技巧。教育部关心您。这里是我最爱的地方，这里有我最美的记忆，这里。